这边了，你看，连枝花开成芬芳，连花叶无见莲蓬，莲蓬含珠水红洞，莲藕殿前水下种。莲花飘浮有醉香，莲金亭不住醉中，莲绣结晶珠心中，莲花绽放山幽香。是啊，可是你可在的莲的心中，拢是为莲子到莲花，必须经过心中怀空的过程。心自怀空，中了，这这名怎样？但是方才佛陀在讲《法华经》时所提出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陀说法由头至尾所讲的拢是同款的道理，对苦、集、灭、道、四性地开始呀，让大家知影人生一概可空。是安尼无唔对，但是中路地主多一个问题。我知你所问的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由你自己解决。自己解决？你爱一步一步来求学，依旧法是无可能马上得到结果，所以你提出的问题，历代古经大德，大家拢搁伫咧追随，何况是咱呢？这名啊，你聪慧过人，我想你的问题嘛只有寒酸大师会当替你解决了。寒酸大师？是啊，这名你可在的寒酸大师啊？啊，我当然知影啊。其实我阿爹伫个临终的时阵，伊就爱我谨记寒山大师伊的生死歌，记诵。那呢，你可知影寒山大师13岁就来剃度出家，只利用4个月时间就研究了佛大净亲妙法莲花经。4个月哦。不但如此，大师伊还阁曾经赤血抄写《法严经》，一边抄写一边读诵。哇，这大师这么用心，如果他用在
靠功名之上，必定是大官。啊，中路，这名失言，请原谅啊。无妨，无妨啦，这。啊，寒山大叔，伊也在了庐山居住了13年。主持海印寺，讲佛法，以至东海附近人人啊，拢烧钱要去听伊讲经说法，甚至呢，还阁皈依三宝。可是地主也捌听讲，当时的道士就是利用这一点。以寒山大师讲，伊侵占道观庙宇为理由，然后非奖假书，诬造圣上啊！唉，无唔对，嘛只如此。神宗传播了圣旨，下令将了寒山大师逮捕入教。朝廷甚至还阁对大师动刑，但是大师依然听力不屈啊！寒山大师真是令人敬仰。中路，你可知，伊现在人在何处？这大师。最后也是被官府以私造私怨的罪名流放到雷州。雷州，嗨，当今的朝廷不但内政不修，阁无偌无辜的证人啊！寒山大师虽然身陷入牢角之灾，身上穿着囚衣，犹原呢为种种说法，也算是当地佛门子弟幸运啊！得以亲见大师，闹参求咱，至今也阁无缘见面咯。这是寒山大师在此，必定会当替你解决你的疑惑啊！唉，严哥，把握此刻，咱啊分秒不空过，我呢
先为你解释一挂基本的概念嘛。来，你详细听。佛教有说四圣谛，十二因缘。将何来？这一切，人我是非，贪嗔痴疑慢，种种的烦恼，所以才有苦。既然在苦，就爱将这种种爱欲、无明、烦恼。人我是非，所感受到的苦，拢甲灭掉啊！但是，若是要灭掉这个苦，就要下功夫，爱修道。就是讲，虚空是按大觉来生出来咯，就如同大海中起了一个
小黑炮。但是既然是空，为何有生呢？这苦又是从何而来啊？唉，菩萨，弟子做事有相，必须不得其解，勿问欲转。今弟子在菩萨面前发愿，将一心下佛，决意出家，替求真理，而且诸佛菩萨护力加庇，成全弟子心愿。欢喜了你，你我在那的苏瑞的交代，今是什么所在呢？村里这宽又溜溜，秋风又见叫花红，樱花总是三个梦啊！哎呦喂，富贵还通旧话送，还通旧话送。这位大哥，这是什么所在呀？这哦，这是南花溪啊。南花溪，大哥，可是那广东孝观南花溪？是啊，不是这哦，又搁是倒位咧？啊，哪里？汉山大叔，伊是不是伫这咧住世？有。伊就伫内底。等。大哥，你敢会当带我入去，甲伊拜访一下啊？还敢带你入去哦？哎呦，你已经找到路啊！你看，大门嘛伫遐，你家己行入去，唔就好啊嘛？大门哦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。奇怪，这是广东境界，我为何会来到此地呢？如今的南华寺，正是寒山大师主持，更是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。这是坐客祖庭，哈、由此好一面。我应当好好参访一番啊。
别浓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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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烟烟水我将心安魂多时将自己心点灭，莫把他领归西洋，尽心应时。换做山好相娘，这些爹临终之前的交代真是寒山大师的奇迹，哪会在这？啊，莫非感情？感情，这个就是寒山大师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真多疑问，无人能解。今幸运会当见到大师哩，大师。此事可告，应知可言。大师，弟子只求上善佛法，四弟十二因缘法，拢不能满足弟子，请你收我为徒吧。莲藕，令你深入更深入的佛法啦。弟子。又向上进，现在现在，恳请大师为弟子指点迷津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想要合佛，想要成佛，就一定要发愿，我愿一切众生尽行佛境，我愿弘处涅槃。阿弥，请你现转。现今真侪精灵行于不端，阿修这边。你也不想以己为我吧？这因又如何成为你的神秘性呢？既然你出家，你必须要找一个师父。你敢有想过要去到一位的道场吗？就寒山大师，二十年前曾经涉入朝廷政争，所以被流亡往到广东泸州啊。
刘洪，好大，你呀，这个阿娘所想的出家修行，拢无够。